情震撼上市，福特车头设计，都和前山蓝更显高端大气，炫酷 LED 电子灯光会随车子一起启动，夜晚驾驶效果更炫。2.4G 蓝牙一对一遥控技术，带有缓慢平稳启动功能，紧急情况下可使用一键刹车，最大程度保证了宝宝的驾驶安全。车门带有安全锁扣，双卡门设计，方便宝宝上下车。车轮带有避震装置，车子在行驶中更加平稳。超高底盘设计能适应各种路面，越野能力更强。超大储藏空间，双座椅设计，宝宝玩得更加开心。敞开式后备储物箱，能存放更多物品。放下挡板，当着移动座椅使用，实用性更强。可打开式前置储物箱，带有两颗磁石锁扣，既实用又安全。仿真质感方向盘，手感舒适。带有喇叭和音乐按钮，能播放高手自带歌曲。仿真车中控设计，一键启动式电源开关，操作方便，使宝宝更好掌握。多媒体音乐操作盘上分别有 USB 插口、TF 卡插口、MP3 插口、上下曲目键、播放暂停键、MODE 选择键、剩余电量显示表。当插入 U 盘，切换至 USB 模式。长按上下曲目键，可增加减小音量。手动驾驶模式下，切换前进、停止、后退开关，可控制车子的前进与后退，增加驾驶乐趣。遥控器上分别有前进、后退按钮、速度指示灯、一键刹车按钮、废品按钮、对品指示灯、三档调速按钮、左右转弯按钮。下面看下如何对码，按住对码键两秒左右，对品指示灯闪烁，打开同车电源，指示灯灭，对品成功。